要让大家藉由轻松自在的这个表演呢，能够来理解我们传统乐器的各项特色，还有它的分类哈。那么演奏起来，高不高兴啊？表演起来高不高兴？大家还想再听吗？还要再表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是不是请大家热情的掌声，欢迎我们的安口曲、青春舞曲，耶嘿，掌声鼓励。请大家跟着一起唱，好吗？